哎呀妈呀！哇塞，哎呀妈呀！我是来跟你们俩商量一下，咱们怎么睡啊？我得睡一边儿。好，可以。那你？我怕我有点梦游，你知道吗？我左蹬右踢的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是不是得睡那个里边呀？因为你会掉下去。难道中间那个人也会踢吗？我觉得你们俩神掉，屋里没有什么凶器，别让贾玲掉下去。他左蹬右踢，然后他正好翻个身，帮踢不动他的，踢不动他的。对啊，你没有穿真正的睡衣。我这就是所以我是特别你我看看你睡觉穿这样，你说的肯定穿里面会贴着风。你外面那个是睡衣吗？我冷啊，我现在穿这个我不得冻死啊，我不得冻死啊。走吧，我睡觉吧。那个游戏，玩玩玩玩玩。